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rry。那这一周 Training Vlog 来到了第五集，也就是第五周。那这一周我要做的事情，其实就是我要帮我自己规划新的训练菜单，做预备的测试。那为什么会说预备测试呢？就是因为在接下来我帮自己规划了一个训练的课表。那我个人习惯就是会在正式的训练之前呢，然后会做一些预备测试，测试包含了就是力量测试之外，还有重量的调配上的测试，还有就是训练时间上组数次数安排的测试，按照自己所规划的组数次数安排，还有动作上的安排，能不能够在自己预先设定的时间内完成，然后做一些微调。对，那在这个礼拜呢，我都会把这些事情做完。那在新的这个训练计划里面呢，我自己规划的课表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还是以一个礼拜为做周期这样子。那这一次开始加入就是举重的训练，还有力量训练的部分。那这次举重训练呢，我会主要针对自己的缺点去做一些加强的训练，时间点的训练，还有下蹲技巧的训练这样子。那力量训练的话，我会把自己的动作还是放在就是像深蹲、硬举、卧推，然后这次会把壶铃的剑推给放进来。OK， 那个力量训练部分呢，我会以就是以五组五下的方式来做调整进行。那预计就是每一周会加点重量，每一周加点重量。所以第一周其实以强度来讲不会太高，但是量还是会在5×5。对啊，这个课表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跟一些细节，那我之后会在影片上会跟大家分享。OK。
六个。好，五加啊？五加吗？八七五啊。Thank you.
种评书跟一开始是一样的。Yeah.